刚才，做了梦，好像是同外星人有关，好像什么超载的啊。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要么剪掉的东西，要么是那个把数字剪掉的，好像是中间本来我很庆幸赶紧过来临牌的，哪知道中间接了个电话以后，有点不太清醒了啊。所以我看看那个刚才到底梦见什么啊？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飞碟过来啊，一个很大的一个飞碟过来，很大的一个飞碟过来啊，很大的一个飞碟过来啊，很大的一个飞碟过来，很大的一个飞碟过来啊，很大的一个飞碟过来啊，过来了，好像那个在对着地底赞叹呢，赞叹的时候，他要现在要考，要现在要搞明白到底在我们地心里边到底有那个多少的核物质在里边啊，然后那个初步探定下来啊。初步探定下来，比想象的还要多得多，比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啊，比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因为我们那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啊，它有核物质，有核物质就产生了重力啊，其他星球没有重力，如果其他都是零，我们这边只要是哪怕比人家多出来一点点，那么的力量就往这边吸啊，所以那些宇宙里边的垃圾全掉了的。掉在那个地球上了啊，搞来地球上都灰头土脑的啊，灰头土脑的啊。一方面，地球人自己在搞核试验；另外一方面，如果宇宙里面其他有核工程的那些，不小心飘出来的，他们那边没有，星球上没有那种力量拉住它，但我们这边一直在拉啊，所以我们这边有股力量像个聚宝盆一样啊，实际上聚的都是，可怕的东西啊，一点点就掉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来了啊，掉到那个星球上来啊。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魔鬼啊，好像看到魔鬼，魔鬼生活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心的，在地心的那个核物质里边啊，那魔鬼就生活在那个地心的核物质里边，好像魔鬼和那个地心是一起的啊。到底是不是我们后面的球人啊？现在进来个信息啊，那个魔鬼和那个魔鬼同那个核物质是一体的啊，魔鬼是和核物质在一体的，他就在地心里面啊，他就在地心里面，所以有的人研究来研究去，说听到地心里有什么声音呢、啊？感觉有魔鬼，说也对啊，但是不全啊，说的也对，不全，说的也对，也不全，所以啊，那个人家要搞破坏活动的时候，魔鬼就借点那核物质给人家，借点核物质给人家啊，然后要搞破坏的时候，要控制别人的时候，借点核物质给别人家，所以啊，我们地球上搞的乌烟瘴气啊，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搞的乌烟瘴气，地球上搞的乌烟瘴气，好。言归正传啊，那个飞碟就探明了，探明了我们地球上的核物质啊，核物质现在用的地心那边用的核物质比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啊，还要多得多啊。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严重超载了啊，我们这个地球在严重超载了啊。虽然他们也已经知道已经超载，但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如果不处理的话，里边那个猴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完全承受不了了。所以要赶紧跟地球减氧啊，要跟地球减氧啊，要减少那猴子啊，在这之前的先运走一批啊。这几天你先运走一批啊，先运走一批，这几天你赶紧先运走一批啊，这几天你啊先赶紧运走一批，跟我们的地球减氧啊，跟我们的地球减氧啊，跟我们的地球减氧啊，先运走一批，后面呢我们再慢慢再规划的，一点点把它运走啊，这紧急情况呢先运走一批，让跟地球减氧啊，跟地球减氧啊，那就对上了。刚才我做梦的时候，梦境就是超载了，要减氧。要减氧，就像那个把数字上要减掉的，我说是梦见了数字和要减氧啊，那就对上了啊，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再见，